终于，为什么要先说个终于呢？好，先跟大家讲讲，其实刚分享了一个很大的东西，就是我新买的椅子。然后呢，新买的那个椅子，因为你知道它占据了我坐的位置，所以就变成你在分享它的时候，你就是要缩在旁边，缩在旁边，然后呢要这样子靠着它，斜斜的。然后呢，就它因为它很宽，然后呢就也分享了坐在它上面的样子，但是就也有点害怕。所以现在可以扎扎实实的坐在我这个位置上，我就是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有了安全感，不会觉得怕掉下去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来分享今天真正要分享的东西。现在到底要分享什么东西？看得到吗？又是小叮当的宝轮袋。保温袋，保温袋，保温袋，没错，很开心的哈。这次啊，在 Seven Eleven 的提点活动啊，小叮当的保暖袋有两种款式，一种是淡蓝色，一种是深蓝色。深蓝色的，前几天已经很幸运的有得到了，然后呢，今天呢又就是还是有就是去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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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跑遍了小叮当的那个门市。不是小叮当的门市，Seven Eleven 的门市。哦，今天真的很幸运，跑了第二家就有了。他说他今天刚好进货，而且还没有人去买哦。然后呢，我就问他说：“那你有几个？因为我想要这个颜色。”然后呢，就有了，然后就很开心。好，那就是前几天虽然说已经有分享过他，但是那个影片不一定大家有看过，所以呢，基于分享的原则，我还是要很认真的分享这个东西。好。这就是它的样子，哎，它跟那个深蓝色的有点不一样，因为深蓝色的是一个小叮当，噔，这样子一个拳头往上升的那个 feel，然后呢就是往上升，然后就会觉得很可爱的那个样子，然后它这个是直接一个侧面的小叮当，微笑微笑 smile。好，那这个保暖袋呢，就来介绍一下它后面，第一个。侧背带后移设计，好，先说一下这个设计啊，这设计的点就是，这个设计的点就是你的那个这个侧背带，这边 这个侧背带会比较后面，就会靠近你的身体，你在背的时候它才不会掉下来。然后再第二个是立体大空间，立体大空间就是这样嘛，长方体。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透明置物袋，因为我现在是倒着看，所以字我都有点看不太清楚。这个是透明的置物袋，然后第四个是旅游好帮手，可提可背。所以它这个其实是手提袋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背带，所以呢，它是可以提，然后也可以背的。然后再可保冷可保温，就是代表说它热的冷的都可以。然后再就是三层保冷设计，三层保冷设计。内层厚珍珠棉，厚的珍珠棉，然后再加一个那个格纹的铝箔，然后再加透明防水层，哈，这个就要忍不住赞美一下，因为其实我刚刚有说过，我已经开过深蓝色的那一款了，所以就它的那个透明防水层我已经有摸过了，这真的是你，它那个是防水的，所以如果你里面脏掉，你就是可以直接擦起来，就不会说你还是因为格纹，其实因为它的铝箔是格纹，这有好处，保暖比较好，但是也是会有坏处，如果你会卡垢啊，干嘛干嘛就不好用。好，现在又到了开箱的时间，这边把它撕起来。其实这个的完整样貌我没有看过，因为之前有曾经就是在找的时候，有到一家 Seven，它有放展示品，可是那家 Seven 放展示品的是深蓝色的。讲到这个，突然想到深蓝色那个好像没介绍到它的其中某一面，里面有很多小叮当的道具哦，只是它是用白色的压印。恰，袋子可以离开了。恰，跟大家一样，第一次打开它看。恰。嘿，这是打开拉链拉开，锵的这种这一面，然后这个啊就是它的那个透明的袋子设计，然后这边大家看得到吗？铝箔纸跟那个，哎，这个角度很好，那次在分享一直在抓角度，这边有一个透明层，透明的那个层其实有一点偏白色，偏那个透明的那种
就是有透白色的那种透明层，然后里面是格纹的铝箔设计，然后你后面真的摸得到这个一层啊，是厚的珍珠棉，就是保温的效果比较好。然后把它压进去之后，让大家看看里面，这是它的深度哦。淡蓝色，应该是说天空蓝的这个的背带是天空蓝色的。好，先放着。然后呢，这个深色，然后要分享它里面的这个东西，要分享它里面的这个，哎，咻！这块板子啊，这块板子的功效啊，其实就有点像大家有没有就去外面买东西，然后拿过纸袋，纸袋下面不是有垫一个纸板吗？其实第一个当然就是让它受力平均，然后不要让水用到纸上，然后以免纸袋破掉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在它这样子的话，它可以加强底部的牢固度。然后它这个板子啊，是塑胶板，很多的那个外面你买的那些包包，如果说你有真的摸过它、研究过它，或是你有把它拿去洗过，你会知道它其实是塑胶的片，应该是说塑胶布，然后去缝起来，但是里面垫的那个其实是硬纸板、厚纸板、瓦楞纸，或者是反正就是纸，管它哪一种纸。然后这个是真真正正的给你这样子一块的塑胶板。然后呢，这个东西怎么换是哦？现在其实觉得有点热，刚好拿来扇风，好凉哦。好，这是它的另外一个用途，就是自己乱分享的。然后这个东西啊，其实我觉得它很便宜的点是在它这个是 7-11 你6点然后再加149块你就可以换得到的东西，所以这个就是觉得说它很便宜的点。然后呢，来分享它的各面。其实这个可能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，我当初最想要的其实是深蓝色的那个，可是要深蓝色那个是因为它就是那时候看到它就是有，当然除了它的样子还有它的颜色觉得不容易长。那它这个的话就很有夏天的感觉，刚好呼应我今天的衣服，蓝色的有没有，很有夏天的感觉。然后就是这样，当然小叮当的脸，然后有一个微笑，然后哆啦 A 梦红鼻子，然后呢再来这边，觉得天空蓝没有让我们那么惊艳，所以其实心里有小小的失落一下，不过也是很漂亮的，重点是小叮当就是很可爱。然后这个是微笑的脸，然后哆啦 A 梦，然后有一个那个袋子，这个那个任意门，然后再还是哆啦 A 梦的脸，这个就是做对称设计了，因为深蓝的那个它是一个是正面的脸，然后手这样子，然后一个是背面的身体，然后就是也是手这样子，就感觉是对，就是头尾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这个是对称的，哆啦 A 梦的脸，左边右边都是哆啦 A 梦的脸。然后但是不一样咯，有没有发现？虽然说前后都是这个任意门，但你有没有发现后面有多一个袋子哦？哎呦，这个设计感觉不赖。所以呢，大家看我的袋子，啾 ，Hello， 欢迎光临。所以呢，当你觉得东西很重的时候，就手伸进袋子，呀哈，举哑铃，怎么可能让你这样举？你要是里面真的放满满的时候，你举，你应该手会那个吧，先拉伤受伤一下再说。好，那现在就是要来就是分享拉链拉起来后的样子。这个拉链应该是要上蜡烛让它跑两圈，上蜡烛的点是因为蜡烛本身有蜡油，你拿着，大家小时候有这种经验吗？我们家长辈都会，就是如果你拉链不好拉的时候，拿个蜡烛在那边哗哗哗哗哗，然后就是这样子前后拉，然后呢那个拉链就会变得比较好拉，然后就是真的是还蛮好用的。好，现在讲讲它的可提设计，前后有一个提袋，然后讲到它这个提袋，我就一定要再介绍一次。它这个提袋很优秀的一个地方是，大家可以看到它这样子一直，然后经过底，然后再绕上来，然后再绕过来，然后再绕下来，再经过底，然后再绕上来。
所以就代表说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装满东西的时候，其实我们这个袋子会很重，不像我们现在很轻松，就随便拿随便拿就很轻。然后当我们装满的时候，这个袋子会很重，所以就变成是说，如果你今天这个线是没有连着的话，它的受力点就只会在背带的结尾处，很多包包就只在背带结尾处。但是如果你的这一条线是整个连住的话，那它的受力点就会在底部这边。那你这个背带其实外面的这个就是看起来一个背带的容量大小，但是实际真正受力点是在这边，所以这是它会非常实用的一个原因。好，如果你是用提的，那如果是侧背的话，那当然就是只靠这个缝缝的地方。对，好，然后再来拆箱他们的这个，我忘记把这个垫板放进去了，已经叫人家是垫板，你也可以说是扇子啊，因为拿来扇风真的还蛮凉的。先放进去，免得我自己会忘记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待会就是要拆，待会要拆这个。这一次在拆它的时候，我就有噔噔剪刀，就不会像上次要用掰的，因为刚刚在分享拆那个椅子，然后那个椅子真的是封的，整个塑胶袋戴在上面，然后胶带拧好几层，所以那就真的完全无法。好，剪开来之后是这样子，蓝色的，就是这个蓝色其实真的很漂亮，已经是天空蓝的那种 feel。然后它这个东西是可以这样子360度转的，看得到吗？可以转的。然后这个压进来之后，要侧面看，这样压进来，然后就可以扣住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是这个拉起来，这个环拉起来。哎呀呀呀！然后它这个啊，这一次就要很认真的分享。上次其实有发现，可是没讲到，它有这样子的设计，就是等于你扣进去的时候，它固定在这个脚点，然后就是就不会一直说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比较稳固啦。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在这方面还是蛮贴心的。好，边用好了，看一下，不要夹错边，然后再来用第二边。他现在又来到贝贝乐的时间喽。书包，叮当书包时间。好啊，今天不应该穿蓝色的。好，背起来就是这样子，上面看得到小叮当的微笑，因为就觉得它有保护色啊，这个小叮当有保护色。然后正面、侧面，然后另外一边就要这样。可是它的正反是一样，所以应该也没差。好，就是这样背起来。叮当时间，然后侧面、背面、正面，另外一边的侧面。好，那这就是他背起来的样子。然后上次在分享完之后啊，忍不住想再分享一个以前曾经学到，就是以前不是有那种提的袋子很大一个，然后可以装很多的东西啊，很流行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有去买了一个很大的袋子，他就有教我第二种背法，所以现在就有点想用那种方法来背背看我的小叮当。就是先把其中一个拆掉，就是等于是你一个是有扣上去的状态，然后你不是有这个提袋吗？提袋，你的这个就要穿过提袋，这样穿过提袋，好，然后呢，穿过就是两边提袋之后，你再扣到另外一边。扣到另外一边的环里面去，然后你的这个提袋就是要这边侧背带的地方，你要把它放松，就是让它变得比较长，然后就可以变成这样子。大家有没有发觉？有没有像后背包的感觉？对，就是会，就是可以当后背包背。好，那现在来试试看，应该还要再放长一点。放长一点，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要背咯。太大了。啊！马
上拉到它。天哪，我的！好，它飞起来就会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后面就是小叮当的脸，然后高一点的小叮当，小叮当的脸，然后上面看下去是这样，那后面这样看得到吗？嘿，拉高。我已经到底了。好，这是小孩子背书包上学的的定义，小孩子背书包上学的样子有没有？很想让大家看得很清楚爱与空间的关系，只能这样子，要这样。哎，这角度不错。然后侧背包起来是这样。好。那就是今天的哆啦 A 梦的保暖袋的分享咯。嗨，哆啦 A 梦跟大家说拜拜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